八事件，一个是雾社事件，也就牵涉比较敏感，连资料比较不足不多。雾社事件，日本人怎么处理雾社事件啊？造成了什么结果？那一部分资料不足，处理我来想。出港以后，在1987以后就开始收集资料。好啊，二八事件，也就二八基金会成立以后，啊，发表很多资料，我们好好看，然后访问很多人，然后才能够写出的。又出一本书，叫做《雾社原始观》。哦，这是以后的事情。坐牢的时候，这个两个没有写。大概台湾一些重要事件我都写了。而我写院里面，各位知道里面你有什么桌子，你有椅子，所以啊，这个写作文就不是很好哦。啊，好处就在不会有干扰哦，没有事情，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加班来上班来哦，啊，你负责洗碗洗饭的就好。啊，人家每餐都送餐的，也没有看看闹小孩子闹不闹，非常的有时间写哦。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不可能一年写30万到50万是不可能哦，因为时间很多，没有别的事情哦。那写作位置不大好写就是哦。那我其实我写完以后，在写的时候，因为刚才坐牢的环境不一样。我说写的时候一直担心，第一个我平常会来检查我们出去散步，他们就会进来检查，看你在写什么。啊，第二，我以后出去要带你不能带出去，他一直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下笔时候比较慎重，自己会注意一些文字的表达、思想的表达，多少会有所顾虑哦。啊，以后听说那个只有中国的也是。先生哈，他的书咱那个稿子拿不出来哈，我们那时候也会担心哈，所以我出狱那一天，哈，他们让我出来，我说我要回去征有的东西，他说你自己先回去了哈，他们那些宪兵替你整理，我也担心说那些稿件会不会不给我哈，因为320字一张稿纸600字哈，要写5000张。而且我们前面的改稿初稿他改，我要差不多要改10次哦，就是5000张才320字，那个大的那600字的稿子，然后改完以后开始誊稿，誊签署，又5000张，一共10000张哦，啊一大堆哦，啊一直很担心说你不出来，我第一套是送出来，是要有一个宪兵帮忙。我把它带出来送给家里面，其他的东西我一直怕，所以出狱那一天，虽然很高兴可以出来，可是但是后面被抓了才出来的。啊，所以当他们后面有一部小卡车到我家门口时候，我一就赶快下来看那个稿子在不在，就回家再补掉，就很高兴哦。因为以后啊，因为《智利晚报》第五出版的时候，我在演绎。5000张给他，而且一些老师，啊，通常是文学院老师那些作家去检查，去注意，去看过一次，我的稿子一直打掉，所以一直担心，不想怎么包裹，因为怕老鼠咬，怕虫咬，怕潮湿，怕这个怕那个，所以用塑胶袋一直包，到最后文学馆说来上一下看，说，他说好，就送到这里。很高兴到这里来，他们替我保存了啊，这个是10000张，是真的是我们7年的心血啊，用很多心血哦。那时候写那个字哈，你不要说写小说，叫你这样抄过一次，要多少时间哈啊？那这个就这样，可不当时《智利晚报》都打出版社了，也不是那么顺利的哈，因为。啊，不堪社长也怕这个小说，因为忘记写小说了呀，我不是。他怕我出的书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市场，没有什么问题，谁是书够水准等等，他们请了一些教授来讨论，啊，大家吃饭讨论，他们都看过了，啊，看过以后，大概有几位教授一直说。这个小说写得不好，写得不好哈，这个很困难，很多的错误哈，这个人物扁平的故事，这个什么历史比小说多，那牛肉面变成牛肉面，
念不够，里面所以里面就是一历史啊，小说不够分量，什么一大堆问题啊。那个敖凤山就说：“那么是不是啊？那就要你修改一下，你再出版啊。”啊，这句话就切到我今天要讲的问题：写作的环境跟人有关系。我们这些人在牢中，都是因为有什么案子，有什么写的才做，主要我们人有一些特质。做的时候有一些心理状态跟在外面不一样，所以我一旦出来以后心情完全不一样，我当别人要叫我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有时候进去看我的书，我说他就跟我写，这是我写的吗？我怎么会这样想？我当时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现在怎么不会有？所以做的时候那环境，我们同一个人处在那个环境，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的书要思考这一点，我们是在特种不同的环境 之下，有那时候的心情、想法写出来的东西。所以到最后，黄春明先生就讲话了，我记得很清楚，很感谢他来讲说，因为这个书是某某人在某某人就写的东西，这、就是他一定啊，他的孩子。你不是说生下的孩子不好看，叫他再生一次，这是不可能再看。因为我出来七年前的东西，他出来十多七年后，我个性 个人的心情完全不一样、哦、而且不一样，根本没办法、哦、而且那个东西有整套写出来，也不可能修来修去，不可能。所以黄春明最后坚持说，至于我们会赢的，该赢，他怎么写，我是看了东西的，他讲一句我就没听。谁规定历史小说要怎么写？他说历史小说，你们说历史小说里面有很多缺点啊？谁规定什么叫历史小说？谁规定历史小说要怎么写？哦，啊，我就比较感谢，我注意关心，然后我来出版，后来在以后销路为卖哈，还有也拍这歌仔戏，也有人想去拍电影，现在也有人把它换成台语哈，啊，很多人用这样用我的书来做硕士论文的题材，哎，最近又啊在做很棒的书，做不同的书处理的方法啊，拍电影是没有拍成，而且硕士论文倒是写了不少啊，啊，甚至台大跟清大一起研究所把我白板物直接列为是课外读物，啊，因为白板物是整理的最好的那个早期哈，民主大迁移的时候的一些历史背景整理的，因为里面比较时期，而且看古时候的资料比较多哈，我就整理的很好哈。那当时我写《白板录》，主要是写北方人到江南以后，跟当地人怎么样冲突融合，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写那个问题？因为台湾的外省人、台湾人的问题哈，他这个问题。人家怎么处理，我们要怎么处理哈？啊，以前是要叫土断，土断就是说你住哪里就哪里人。可是要是断你，福建说我是河洛人，我是河阳人，和这黄河的人、洛阳的人，我是什么地方人？不能这样讲，你住在这里就是广东，是广东人；福建是福建人，你要跟当地人同样享受同样的权利义务。所以，我们用这个观念来处理台湾的问题哈。以后我们再修改这个户籍法啊，取消籍贯啊，这所有的关于籍贯的问题哦，通通不影响，在法律上没有什么关系，考试院也不在，因为你的习惯不同，录取也有不同，就通通没有啊。这些就是那时候的经验，帮我出狱的时候在处理籍贯问题就比较顺利了，所以。可以知道说，我们是表面上在写小说，是不是在想很多台湾的问题怎么解决啊？所以我刚刚讲说，一个环境不同，一个这些人啊有不同，另外就是他题材会有不同，题材会有不同啊。当然，香港的书呢，也都比较写小说哈，其实以我的经验，现在是在寻找台湾问题的解决啊。比如说我青山入学1971年联合国的时候，台北政府被赶出联合国的时候，在旧金山我在桂林读书的时候，我那时候认识很多人，但是我还没有参加政治，所以国民党的统派的
就有华侨，认识很多，很跟他们都聊过天，都讲过话。所以1971年联合国问题到底他们的想法怎么样哈？他差不多我了解，所以写那段时间我比较好写，那比较熟悉哈。我就用一个故事来衬托刚才问题，也在思考台湾怎么解决国际问题，这是不是都是这个比较好写的地方哈？但是其实写历史小说，特别写到外地的小说，有困难就是不能去哈。比如写淮水是在这个淮水是在这民主大迁，中国的民主大迁移的时候，他们移到福建的前有一个淮水之战，大家都知道。哦，那时候我在写男主角、女主角，啊，加当罪都是远出来以后再开船出去，啊，去当 spy 去试探北方的军情。啊，我写完就摆在那里，写得很得意哦。有一天有一个外省人进来跟我关心，他走失了，问我说你是真的？我说你哪里人？你说我这个这里什么呀？他说他是外省，他说我说你是真的外省，那个是是不是河南？那个是回水里的这些。你是那个，哎，不是在灰色的街道里面，河北省，不是河北的，不是河北省，安徽省，对不起，安徽省，谢谢。哦，你是，你讲安徽人，我是今天安徽的，安徽人，我什么叫今天？对，我们台湾很多人讲安徽省，那从来没有去过安徽。他说我是安徽长大，我是安徽长大，哦，他是共产党来了很久，他才跑出让一千到台湾。我说好，那你这边给我看看，我写灰水之战，你说，哎呦，姚先生，你这个写什么灰水之冬之夜以后，男主角、女主角开船出去，一共一冬时哦，冰天雪地，那个水哦，都是结冰，怎么开船？真的，我没有去过，所以写得很危险哦，写得很危险，就说那时候哪有说冰天雪地开船出去不可能的事情。啊，就像这些东西有很多的错误，可是在里面我们因为房间常常换人，有时候就问那个，比如说我写那个写到旧金山那个比较熟的住过那里，花莲我也住过，这个台北刚好住过，这比较熟悉，那不熟悉的地方我尽量问别人，可总是比较困难，有时候避开这个，像紫帽寺，因为它写的是中国的啦，这个晋江，我没有去过晋江哈。我以后出一首去过中国，第三次去的时候有去过，看过，但是我写的时候没有去过，所以我们就写到传到晋江海外这边，这边不敢写，因为那个很危险，会写错，所以坐牢有它的限制哈，限制很多，所以。大家要批评的时候就知道谅解我们，但是我想说一个作品有三个不同，一个环写作环境不同啊。第一，我们的作者本身不同，因为作者像刘洪松跟我们的参加有党外运动啊，坐牢被关啊，心里面都是反国民党的反同派的这些，我们有我们的思想，虽然小说作品不一定会直接写这些理论，但是字里行间还是大难免避免，我们在避免写得很落伍，但是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就叫我们只是写这个比较轻松，那九把刀我们写不出来，实在很处理一下哦。啊，像我开路说你写些，我都我写恋爱小说，我们都里面当然有恋爱的情节，但其实我们在恋爱故事里面藏着一些。这个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当时那教授在说他说里面那个男主角在讲话是要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 idea 透过男主角、女主角里面角色不同的角色讲出来啊，啊，当然做一些修饰啊什么，讲出了这些不同的地方啊，所以不管是写作环境、这个写作者，还有写作的题材啊的选择，都跟大家有很多的不同，跟一般的作者有所不同，所以这个以我来
将不能避免的写出台湾的问题，台湾社会、台湾国家的问题。啊，所以这本书是讲这些，所以这些书，我们这些书真的跟外面一般是不是很很相同，不是很相同。所以以后像华视台视都有一些制片的人想来拿去拍电影哈，但电视台比较有兴趣，他也都顾虑，也顾虑到市场，跟顾虑到意识形态，他一直都没有讲成功。唯一有成功就是把我一拍成歌仔戏演出，哦，顺利演出，其他那些人都没有办法演出哈，但是那个书当然。跟其他是有不一样，所以我想今天感谢这个文化园区啊，感谢校长老师，感谢大家，让我们有机会再把这些书拿出来讲，我们写作经验、写作的结果、书的内容把本身写出来，让社会了解哈。多谢这文学馆有兴趣收藏的人哈，非常多谢你哈，你们都会。你若要看册吼，我今日有一本书送各位写我内底一部写我写作结果，其他的书吼有兴趣看的话，写信给我吼，我会寄给你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姚院长啊，他是很慷慨，他刚讲的话人家记者，他说你要我再写信给他，我寄给你。这个全世界很少出来这种风采，不过因为我跟姚院长在他入狱然后出狱之后比较多一点，然后刊载他的台湾七社记的其中的一部分，那我又帮他写其中的一本书的序，我自己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真的就是慷慨的人，他的心胸开阔，后来还担任考试院院长，做了很多改革。考试院的部分我也觉得他做得非常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即使要听姚校长狱中写作，在这里是第一场，我们上个在台北他都没有提那么详细，他怎么样写，怎么样查证，所以我们今天有福气。接着我们要请第二位狱中经验，要麻烦这个刘馆长来。刘馆长，他也是文化啊，他们两位住在一起，你就会觉得他们两个都有书的脸啊，爱书的观点啊，而且啊，坐下，对，坐下，就是坐。像你们老师，姚医师啊，他们呀，张教授，这样因为冯主任老师，我们馆长，在场的。先生，请大家午安。午安。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哈，这个跟大家见面。大概几个月前，校友是有请人打电话给我说要邀稿，那么很意外的是要我写一篇我狱中的经验。那我想那已经老早以前的事情了，也不晓得这本书是。要放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是人权馆啊，他的一个计划，所以大概是想到啊，大概是一些做政治劳的朋友，可能有一些文章要共同刊出来，登在一本书上。所以我在几个月前就抽空写了这篇文章。那我写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有一个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回忆，也好像是这是有个生平历历历历，就是好像在写遗书一样啊。我想把这个从头到这个书意到现在，就把我的一生都写出来了啊，所以觉得好像有点意外啊，让我有机会啊整理一下我自己的人生。我坐牢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少很少以前的事情，而且我坐牢时间不长，就是大概三年半，也不像姚医师他们说那么长的时间，而且我是
单独一个案件。我想跟他们高雄事件很多政治犯啊都是坐牢坐很长的时间，而且都很著名的一个事件，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人物啊。但是既然给我这个有机会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艺术的经验，就觉得很荣幸。不过我还是要很感谢我要是没有提到一个很厉害的老婆也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做了在白色年代太多，甚至在二八事件里面也是很多，那我所以能够有机会被选上，而且能够参与这个出版的计划，应该是跟我太太有关系，因为他比较有名气。那我在可能大家刚刚他也介绍自己了，大家也认识了。但是他很重要的两件事，一方面是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让我也跟着没有完全放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当立委的时候，他有审过或者提案一个叫做戒严时期不当审判条例一个修正提案。不当审判赔偿条例补偿条例这样一个提案，后来还有一个修正的时候，也把我列进去了，就很多很多人都被列进去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就成为一个政治犯不然的话就是一个刑事犯如果罪名就是当时的就是写违反审报就散布内乱罪关于我的这个就是这个坐牢的这个前因后果，其实这里都写得很清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大概就比我讲的应该清楚。但是我这里我是觉得在戒严时期，在就是在白色年代白色恐怖时代或者在二八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台湾人很多我们这个台湾人受难，但是能够被被注意到被知道，而且能够得到大家多少有点这个掌声的，其实是还是非常的有限。那我比如说二八事件，现在当然有多人争取赔偿已经知道了，但是还不知道去申请赔偿的很多家属会说都不知道善事在哪里，也不晓得所以二八事件常常说有死好几万人或者至少万人，可是申请补偿的好像是有几千所以可见在这个事件里面很多受难者的家属后代根本还不晓得。那么在戒严时期这个也是一样，就以这个白色年代来说，我有一个尊敬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也不过是一个高中老师可是他说他所知道最少有十个人是他的同事或者朋友是被警走或者调查局调去问一个礼拜后一个月然后再放出来。那这放出来以后呢，有的就下属从此不敢再过问这个实事和证据，有的人就跑到国外去所以在这些事情其实没有很多人，你看我一个朋友就知道有十个，那么分散在台湾各地的被警总被调查局就调去问的，那么下药水还不晓得多少个在戒严时期后期有一个党外时代，那我们从事街头运动，虽然很多知名的人士像律师啊或者这些比较知名的人，他们后来这个因为带领或者帅领或者是婆子所以后来他们出事了，但是很多人虽然没有出事，
可是在那么长的一个党外运动时代里面，前台、到处这样跟着跑啊，有很多人啊，有意啊，有意避战，就是说凡是有这样运动，他就老远到处这样跟着跑。比如说有一次我为这个蔡友福他们这个台独运动前台绕一圈的时候，就有好几个一般的人跟着我们这个现在是台湾到处这样绕一圈。那么这样的很多，虽然他不一定做，可是在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也是付出很多心力啊，甚至有时候也挨打，这些人也没有人去纪念，也不知道在哪里，也没有人做填调研究。当然有填调研究的，大概就是比较著名的，或者真的做到做长久一点的。所以我总是觉得像现在有一个人权馆啊，特别是应该将来其实有机会还可以在哪一个地方啊，看能不能在寻找白色年代叫什么无名英雄白色年代无名英雄啊。那我想如果说能够做得更彻底、更广泛、更仔细的话，对于过去从事台湾这个各个运动的人啊，当然也是一个安慰啊。那我也不知道今天来这个新书发表会是要讲话的啊。但是如果说我再把我一中这个的生活再报告一次，好像也没有特别什么意义。但是我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其实我跟姚律师一样在坐牢的时候，我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写东西。那么是写了很多东西，他写的很多，他已经刚刚有报告了。但是我也写不少，我也写很多啊。但是我在一中写那么多东西，就是算是打发时间。但是其中有一本书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写一本叫做《黑阳光》啊，这本《黑阳光》后来得到这个台湾教育公报社得到一个奖，叫做纪念八个以来台湾宣教一百年的一个写作者的特有奖。那我实际上我写那么多书里面，就是这本书是很小的。那么这本书得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一中里面信了基督教。我在一中里面信基督教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牧师送我圣经，还有一个朋友送我《耶稣传》，那另外还有相关的书，我也看了。我在一中里面总是觉得那个日子难熬啊，所以我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看一篇这个圣经的章节，上看一章，每天看一章。那我就是新约看了4次，然后就一再回头看一次的时候，这书出狱了。那我第二看圣经的时候，做了一点日记，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就在圣经里面穿插我的日记在里面，因为我想出狱的时候应该不会检查我的圣经才对。我大概是因为有这些原因，我就认真看圣经也写日记。那然后也写了一本叫做《黑衣阳光》，其实这个《黑衣阳光》就是写给我太太的信，我给太太写一些信，一个礼拜能够写一封。我想做了写一些什么东西呢？我想最好是在外面转写和解，不要有什么烦恼的家。所以我当他写信给我太太的时候，就想那不如我就把我已经认识的这个圣经或者基督教，我每一个礼拜就写一篇在信里面给他然后他把这个信就投在这个教育公报社。那教育公报社每周就有一篇我的家书。那么后来就把前部的家书出版，同时就变成他刚刚提到的得到巴克里的这个一个奖。我出狱以后，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我是牧师，有一段时间都在演讲，
那下位的您说。